各位观众大家好，现在带大家来到 TagView 画面做详细的解说。前面两场40海里的比较简单，前面几期影片也有说，这期就不多做说明了。同样做 cranking 下高，等 RWR 收到敌人飞弹警告后再规避，收到警告时不用急着回头跑，因为对方的高度和速度都不高，所以可以往反方向走，这时敌人会马上往回跑，而我们这样带回去还能再多打对方一枚飞弹，用于压制对手，让敌机无法快速回头对准自己，而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转回来，这时就完全压制住对手了。因为在10海里处于被动的一方，根本别想转向回去继续攻击，不然就只能吃飞弹，且主动方已经甩开飞弹，被动方还需要试图消耗我飞弹的动能，所以对手后面只要没有支援就能稳稳的拿下人头了。记住一点，在这种近距离内对打，防御时一定要往上爬，这样能比较容易消耗掉敌方飞弹的动能，更快速的规避掉飞弹，回头继续对敌机攻击。接着我们来看最极端的场景，敌方高度40000且速度设定为飞机的最大速度 F14， 最大速度 2.34 马赫，所以必须快速脱离，且凤凰飞弹的燃烧时间很长，所以在这种距离遇到高空的 F14 最好是快跑，否则必死。先是下高往后跑，再向左边或右边任意方向带，用于二次消耗敌方飞弹动能，接着再往上带继续消耗飞弹动能，直到自身速度大于飞弹速度。直接把画面跳转到这里，这时对方飞弹的动能已经被我们的机动动作给消耗殆尽了，我们的发动机依然在工作，而飞弹在发动机燃烧完以后，末端就是惯性滑翔，所以往上带以后飞弹的能量消耗会非常大，这也就很大的增加我们可以甩开的概率了。在这里飞弹的速度就和我们飞机一样，且还差我们至少5个机身以上，那这时飞弹就已经被我们甩开了。谢谢观看，一样会在做各种飞弹的防御教学，我们下次见。